我说你怎么还不来呀？我老公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跟你说，你再不来的话，我就找别人了。哎呀，行吧，那你找不到门给我打电话啊。天朝的好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给大伙拜年啊！看春晚呢吧？晚上我们家吃饺子，都吃。这猪肉大葱呢？我这家里没蒜了，咋整啊？邻居借头蒜。哎呀，在没在家？你怎么才来呀？啊，快进来吧。咋的了，闺女？快点儿，不是我没换鞋呢。不用换鞋了，咱俩赶紧开始吧啊！开始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谁回来了？我老公。谁？哎呦我的妈呀！干啥呀？干啥呀？你喊啥呀？大爷，这不行啊！不是你，我就是你隔壁邻居，我想跟你家借头蒜。借蒜呢？至于付出这么大代价吗？对不起啊，大爷，蒜。吓我一跳！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大哥，嗯，你咋回来这么早呢？大哥，啊啊，我明白了。哎，你认为那大哥呀？啊，晚上再回来呢？我是你大爷。哎呦我的妈呀，小伙子啊，你胆儿真肥呀！你上人家来干这事？你还带着行李你大爷算啊算哈哎啊对哎你等的就是他、啊、大爷祝你俩平安吧啊谢谢大爷您好您好我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电话里不是不着急吗我都要急死了还是个急性子啊那咱们开始吧等一下你是什么价位呀啊全套3000过年不打折吗2700能凑个整吗2050成交这怎么算的账啊那咱们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客厅行我明白嘿哎那咱们就开始尊敬的顾客您好啊你好我们呢是 O2O 我呢是您的厨师也就是您下的订单、啊、在这里啊我们 O2O 有一个宗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还有一句口号是艾瑞森椅子帕斯堡椅子帕斯堡哎呀行了我特别着急那咱来个快的啊甜虾可以生吃你要是这么做菜我只能给你50明白热菜猪蹄儿这个好哎呀猪蹄儿好哎哎呀哎呀加点情调
嫂子，嫂子，你搁哪儿呢？我姑姐在卧室里头以泪洗面呢。啊，你这样，你都站这儿，我一会儿呢从卧室把她请出来，然后你就给她。哎，人呢？这呢？哎呀妈呀！那我们家衣柜咋还撞衫了呢？哎呀，你听好，隐蔽式拍摄啊！对，一会儿就这样，只要一哭你就给特写啊，妥妥必须放心吧。媳妇儿啊，我来了呀！鱼要几条？就一条。去阳台砸鱼。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咋？这是什么情况啊？不让你搁衣柜里，咋那么调皮呢？啊，没在卧室，我估计在厨房呢。你等我去厨房找找啊。尤老师，你等会儿我。哎呀，阳台冻住了。怎么办呢？我们从卧室过去吧，卧室和阳台是通着的。好的，走。我是不是摊事儿了？哎呀妈呀，你怎么这么调皮呢？咋还改了低级位了？站起来。没在厨房，我估计在阳台呢，你等会儿啊。尤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啊，咱家除了嫂子不能有别人吧？那不能有别人呀，那不出事儿了吗？再说了，要有别人，这家丑让你瞅着了，我不得弄死你啊。哎呀，那啥啊，我有事儿，我先撤了啊。哎，不是你还差俩镜头没拍呢。你我好像是拍着了。不能，我还没找着我媳妇呢，你等会儿我去阳台瞅瞅啊。阳台门冻上了。你咋知道的呀？我猜的。真有想象力，我先瞅瞅去啊。大哥啊，你就搁这站着啊，别动，一会儿你肯定能看着。一分钟一趟，一分钟一趟，可欢乐了。那个，要不你去卧室瞅瞅？我猜的，我猜，嫂子在这儿，应该在卧室呢。我刚才去卧室了，没人呢。相遇这种事儿，就跟中奖似的，不是回回都能中的。这回我能中奖呗？你等着啊，一会儿别忘了，一哭你就给特写啊！哎呦，我找找你，媳妇儿你在哪儿呢呀？领导，下面这段真人秀得老刺激了。哦，你给我滚出去！哎呀，你谁呀？老公，你怎么这么大？你也给我滚出去！哎呀，你谁呀？哎呀，中大奖了呀我！哭了，给金姐，别拍我呀，拍他俩。好，说怎么回事？老公，你误会了。你先闭嘴。你是谁？上门服务 O2O。你等着呢，一会儿我就给你 O2 了。你说。老公，你都3个月没回家了。你是想让我理解你呗？3月没回家了，就给我整这出啊！今天你要不给我说明白，我手里这条刀鱼它可不是素菜。说，大哥，我就是来做饭的。你给我做饭呀？啊，你给我做饭呀？啊，你会什么呀？大哥啊，虾呀！老公，虾呀！虾呀，大哥！老公是虾。不敢当着面骂我了呀？我是虾吗？我这破玩意儿用你做，这不生着就能吃吗？不行，这个理由太牵强。那个大哥，有热菜，这猪蹄是给你做的热哦，还有这个刀鱼都是给你做的热菜，我就是来给你做菜的呀。他真是来给你做菜的呀？真是给我做菜的呀？那为什么从卧室出来的呢？哦，对，给我找证据。哎呀，站那儿，想跑是吧？进来，我
我家轮得着你开门？找谁？宁阳，我不找你。嗯，我说，你俩还平安呢？你滚开！啊，你冲我挤眼干啥呀？我跟你说，这回我来，哎，我就这点葱啊，我就是劝你俩，别等到晚上，听见没有？等到晚上堵住你，堵。你说你老堵着我干啥呀？这根葱的主人没说借，你就敢拿呀？妈呀！嗯，户主回来了，啊，小伙子，大爷，我可啥也不知道啊。嗯，刚才我来你家借头蒜，啊，我一进门，你媳妇就冲着我，什么？你咋才来呢？当时我都想起《聊斋》里那狐狸精来的，完了，紧接着就是这小伙子拎着个箱子，咔咔咔咔就上来了。我跟你说，我可没说他晚上要搁这住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小伙子，大爷是过来人啊！你听过那句话没有？是有钱没钱，逼婚过年。你不是，那个是你得冷静，你们两边都得冷静，听见没有？大过年的，一切事儿等着过完年。再说，大爷，哎呦，我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佐证啊。嗯，刚才大爷说的，能不能成为呈堂证供？能。嗯，大爷，哎，家里还缺啥，自个儿随便拿吧。那个，我就别拿了。嗯，我估摸着一会儿你们可能得分家，我就别算我那份了啊。走吧，哎，我今儿我跟你们俩拼了！哎呀，我哎。不是，我听我说，这个真不行。不是，你听我说，消消气就得了啊！一切事儿等着过完年再说。妈呀，刀鱼，舟山的吧？哎呀，还过完年再说？你告诉我这年我怎么过呀？我呀，老公，你要是相信那老头，我就跟你。没完！你闪一边去！你这，那秃秃，你给我过来！人家是凹凸，你别待着去！你秃秃过来，男一号，上你！过来，这大哥，你干嘛呀？这是大什么哥呀？往哪儿搁呀你啊？行啊，依你所说，你是给我上门做菜的是吧？好啊。敢一个人做菜，说明川鲁粤淮扬你是样样精通啊！今天我给你个机会，来向我证明你是厨师。哎，我先给你打个样。枪，好，快枪，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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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连，行，唰唰，哎呦，哎呦我的妈！啊，陈，啊。平民刀法，烧烤必点。精彩，太精彩了！人家是暗器，敌了算卦，你这是平牌，整根爆炸。你倒是控制点儿啊！好好的一根黄瓜，这家让你乖的，呸！可哪都是。你在厨神尤老师面前还真挺放得开的。他要是厨神，那我就是中华小当家了。厨神尤老师，尤宪超。嗯，你是不是疯了？嗯，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你是不是傻呀？啊，你让我在厨神尤老师面前做菜，我怎么？尤老师，作为行业链顶端的男人，我想对您说一句，说，
我俩有事儿。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现在。凭啥呀？你别管。凭啥呀？哦。哎呀妈呀！承认了呀！啊，行，一人扛了，我欣赏你。哎呀，我不欣赏啊！行了，那个妹妹啊，我要是认了，尤老师能打我吗？哎，打我一顿，也就是消消气儿。我还能跟他解释，如果说我要跟他抬杠，我告诉你，我的厨师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了，以后我连拍黄瓜的机会都没了。陈若勋呀，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一天到晚你个蔫儿作蔫儿作的，你要干什么呀你啊？你找个厨师给厨师做饭，弄得厨师不敢承认自己是厨师，你要干什么呀你啊？你天天你图个毛线呢你啊？你说你图，哎呀，你图个什么呀你这是？哎、老公，嗯，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那一年吧，我在飞机上认识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咱们俩的生活过得特别的。着急，我每天飞来飞去，你刀光剑影。我们忙着恋爱，忙着结婚，忙着出门工作，忙着回来休息。你做了那么多的宴席，回来还要给这个家做饭。每年，人家都已经难忘今宵了，咱俩才在这张桌子前坐下来开始吃饭。今年我就想往前提提，最好能一起听到新年的钟声。那个大哥，没事儿，这个是我的名片，我们是 O2O，O2O 呢就是线上与线下的实体所结合 ，O2O 有三宝，线上线下一起搞，所以呢我们不分过年过节，摊上谁跟谁过。哎哎，我来干啥？我又要干啥呀？我知道，我那意思，我给他打下手。咱不就能赶紧吃上年夜饭了吗？哎呀，还愣着干嘛？动手啊！真是的！哎呦我的妈呀！来来来，赶紧摆盘！大过年的，你说这家要真打起来，可咋整啊？不行啊！我说你们可不……来来来来，赶紧去把这盘子洗了。他们四个还过上了，拉倒吧，也不差我老头那一个了，一起吧！来，大爷帮你们，咱们一块吃。